睡得好吗？还行，可以，还行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其他老师也来过了，我觉得不来这儿不合适。不想，对。我其实很不喜欢那个环节，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东西没有什么好教的，就是对，就是分享嘛，我们聊聊天吧，你们最近的感受啊也好啊，节目播出了或者说参加比赛的这些，因为我觉得什么。乐理啊那些东西你们自己肯定也自己知道，自己好好在弄，就是没有必要说一些有的没的，耽误大家背词的时间，对吗？ PC 呢？老师，就是我是感觉我在之前的录制里表现的都比较不尽人意吧，因为我总是在镜头前面就忘记了怎么忘记收敛，然后我就看前几期我自己就感觉像一只那个炸毛的弱智松鼠一样，是你是觉得你在唱歌的时候，还是说你平时你也没感觉？就是我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太狂妄了。你觉得你狂吗？我觉得有就是会有人说你狂啊，会觉得你凭什么呀？那你如果自己自信，你觉得我就是唱得好，我就该狂，你就这么着呗。对啊，很多人应该都会因为网上的一些会比较混乱嘛。我有的时候把我的私信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他们看了，他们就摇摇头，然后就说你很厉害，就是 respect 我，就这种。那个键盘侠怎么骂我？我自己也猜得明白，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咬字不清，这个声音难听，然后这个什么拍子不稳，这种就是这种技术性问题上。你也想想你自己了，我都没被骂过。你这也太复杂了，我每次都是像暴扣，我都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技术上的问题，就是这种吧。肯定是你自己唱的不稳了。那还是接受的，我想还是接受，但是、就是、我都想骂你了。就是那个就算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个活不久了那种就。那来，凯老师分享一下。就一般碰到这种事情，我每次就自我调节，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实在真的就是，因为我觉得，比如说像你也好，或者像稍微有点事儿，二十一当代的任何一个独立女性，你是没有人会去评论的，没有人会去就是大家看这个事也就是刷一下。你们平时会去评论这些问题吗？不会的，就是你刷一下，你看看就过去了。真正会去评论你的那些人，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就是闲的已经真的没有事干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活得有多么的卑微，有多么大的怨气，在网络上隔着屏幕去讲话一样。好，啊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必经之路，就是永远都会有。你别想着哪一天哦，我是中国，今天我是最火的，他不会有人骂你，就是因为最火的才有人骂你。对，因为有人骂你才会是最火的，所以不用想了，这个事情就这么着。我觉得就是大家心态好。吃饱睡好，继续热爱写歌，继续热爱这个事情，就结束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。